I'm ready.话要说的吗？没有，心情都很快乐。根本你的牙齿在紧紧的嘞。你在拿什么东西啊？送上啊？不是去这个不是去那个睫毛的吗？是啦，可以拿来去送上的。这招好哦，一石二鸟啊。去追逐你的执着，只要你能再多些回应我一个笑或点头全接受，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？我们现在比赛要我们带回来，我们全部的人都爬队，别再经历，尽管这只有自己的世界。说一点这样排到现在这样的时间，你觉得会有感触到什么东西吗？就是说这么多不容易啊，对啊，爽吗？会爽吗？爽爽在什么？爽在他可以拍妹妹，我也是搞笑，搞笑。所以就觉得好像功课要做更多东西是吗？像我们全部，我在想那个衣服我们拿上来，是觉得七十年代好像很深奥的东西。你把车钥匙给。连我们都觉得很深奥，真的很近。它是标普光。太近了，太近。你拿那个 plastic bag 给他装啊。再捡一点啦，捡点东西啊。没有，没有装。什么？快点捡点东西啦。Hello。啊。现在我们在化变装上妆了。就你带。然后我现在再帮他们买一下发型，变一下妆。接下来的题目是，时尚的复古。时尚的复古，你对时尚复古有什么概念呢？比较潮流，也比较性感。比较性感。所以 Melody， 你今天对目前两个妆，你觉得好大吃一惊啊！好大，好大吃的一惊，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我想先录播。应该是我第一次拍这样子，拍这样子，七十年代了，尤其是你对妆东西，你就觉得哇，好不可思议的样子是吧？对呀、啊。Yes。那么是不是觉得 K 老师的妆太强了？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嗯。很棒哎，这个头发哎。哇，好棒哎！哈哈哈哈哈。臭。哎，陆超峰啊！哎，嘿，你们好。然后今天觉得怎么样？今天觉得非常的棒。然后你可以啊，感觉到我这个行程非常的棒。然后大家的那个状态都很好，然后开心。然后这样，然后你说出这一次你收集了这么多人嘛，然后讲一点东西一下。哎，我觉得这一次收集了这么多人嘛。然后其实不是收集的，就是大家都合作在一起的，然后我觉得都很开心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很专业，什么所以专业还在学习，对，但我觉得好专业就是了，对，然后大家就要多努力一点，当肯定会做得越来越好。惊讶吗？对，然后惊讶倒不会，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？
我就知道你们一定是很好的。你要讲，是吧？你是夜猫，对，对，我们摄影师夜猫，你要讲是一个缘分啊，你们一定是的，对。哎，要不是你会选择那个啊，我真的是不知道。是啊，哦。哎，还有哦，还有个人在录的，都录掉了。太暗了，看不到的。阿里呢？哈喽。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that you already know. I'm a hardworking man and I work for my fans.